出来。好食，真好食哦。嘿，别过背，别背。阿公，你是在创啥？我敢狗眼看人低不？阿公，你头早搁叫阿妈妈吼？对啊。哎，你哪会知？你爸爸叫阿妈妈，拢提伊提出去。拜托诶，我是尊重女性呢，无想要嫁伊嫁到，真是惊伊。恁公孙仔两个伫遐七七出出讲啥？无啦，我是甲讲这是新品种的令哥。哎呦，我是想甲你从干呢。哎呦，你拢唔知哦，这是即阵上流行的蝴蝶结啦。来，亲一个。安尼抱起来阁不哩啊高醉哦。小珍啊。德国厝的药店副亚公吼，你都要加补充钙质，才袂连剩的迄两气拢落了了啦。伫食饭之前吼，先把迄碗汤啉完哦。哦。啊，怡婷，你好可爱哦！是谁把你打扮成这个样子？好恶哦！一婷来呀、啊、来呀、啊！一婷，你好可爱，好漂亮哦！一婷来呀、啊！巫婆的毒药。请问德师傅在吗？德师傅不在，有什么事吗？阿嬷要我带糖果饼干来给小师傅吃。啊，你一定就是小珍吧？我听德师傅说过你。啊，我们正在画画，你要不要一起来啊？我来，没关系。小珍姐姐画得好棒哦！画得比乳乳姐姐漂亮多了耶！乳学姐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发起全校乐捐活动，帮助社会贫穷弱势学生，所以才能得到总统奖章。毕业那么久了，老师们还是常常讲起她哎。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救！啊！你动了，换你当鬼。不，不公平，是他害我的。哥哥，不要啦！他们真好玩。公平。你那么会画画，以后可以当画家。可是我阿嬷不喜欢我画画，还不准我去参加绘画比赛。我阿嬷很凶，我妹是个小巫婆，最喜欢讲我坏话了，不像这些小师傅这么可爱。一二三木头人，露露学姐，为什么他们那么小就要出家呢？这里的小师傅都是孤儿，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坎坷的故事。释小新是个弃婴，两个月大的时候被丢在德化寺地藏王菩萨的佛像前，当师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高烧让他的耳朵失聪，现在只能靠助听器，因为听力受损导致他口语不清。至于胖胖呢，是个受虐儿，三岁的时候德师傅从社会局抱回来照顾，不过这些小菩萨也算是因祸得福。小珍，你怎么了？
哦，没事。老师，来来来，啉茶啦。多谢。嘿，老师，请用水果哈。多谢，多谢。林老师啊，阮家小珍在学校是不是有做唔到什么代志哈？才会互你专工走一撮。那有可能？咱的小珍这么乖。小珍真正足乖，嘛足听话。功课有当时啊，可能是较对袂到，也毋过伊真够会读呢。对对对对对，小珍伊真正足有天分呢，若是好好栽培，将来一定是一个大画家。所以我今仔来遮，是希望恁会当甲鼓励，叫伊去参加全国绘画比赛。林老师啊，画图哦是好呀，人在栽培的啦。阮家连三顿拢顾袂饱，你讲要鼓励阮小珍去画图哦？我毋是这个意思，而且画图嘛毋是好呀，人囡仔才会当学啊。就算不是好呀，人的囡仔在学的，嘛无可能是阮这种善巧人的囡仔在学的啊。小珍的爸爸在外口欠人娇小，我已经替伊害千外万了呢，所有的负债都放给我拖，我一个人搁要饲一家，唉，嫁到这个岁数啊，搁要替后生想买。小珍的爸爸即马伫咧坐家。妈妈妈已经改嫁呀，卡叔，会当甲小珍、小美两个人请养大汉，我都足感恩啦。那有啥困难，搁甲伊栽培咧？也毋过，小珍伊真正有画图的天分，恁一定爱为伊的前途好好想看卖咧。阮小珍哦，读册无半撇啦，我只是希望伊学会晓做生意。想无以后，嘛是家己的过手啊！老的啊，既然咱小珍哦，册也读袂来，阁遐尔爱画图，你着互试看卖啊嘛。迄个时阵，小珍因爸爸嘛是喜欢画图，你嘛甲主动。后来咧，敢讲读册较有出头，也毋是读假，去用掠去关。掠准讲画图就会当赚大钱是无？莫讲啊啦，画图哪会当赚钱？规镇的人拢去画图啊啦！若是这么爱画、爱比赛，会用的啊！我嘛不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啊！小珍既然还佫在咧读册，就要先将功课搞好，下当考第一名。伊要画图、要唱歌，我拢袂阻挡。阿嬷，卡叔，我若考第一名，你爱让我去参加比赛哦。你敢真正有才调？阿嬷，你讲的哦，袂使白抄哦。老的啊，小珍哪会当考第一名？我就会使做总统啊啦。阿公，我愿意试看卖。哎，好啦好啦，凊彩你啦。写完了。哎，嘿嘿，啊！哎，你不是睡着了吗？我哪有睡着啊？你不要去乱讲哦！我哪有去乱讲？姑妈，小美，阿哥。来，小珍，送给你。你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啦，你要体谅阿嬷啊，她就是这样的个性。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啊，莫阁讲啦，我讲过啊，这摆考试爱考第一名，那无免讲。妈，时代无同款啊，即卖囡仔甲较早无同款，你要用爱的教育。嘿，对对对对对对。参像伊哦，拢用骂的啦，根本都唔是伫教囡仔。即卖囡仔吼，爱用鼓励啦，唔通用骂的啦。啊，若无吼，是会影响囡仔的身心发展，对伊的人格培养蛮好啊。伊吼，要小珍考第一名，实在是足残忍的哦。
有什么资格讲我？你为着这个家庭做了什么呀？规工干那会晓饮酒？我哪有规工饮酒？我唔是替你保货，替你摘水果。什么叫做替我摘水果啊？饲鸡嘛我，嫁鸡那嘛我，什么都靠我。爸饮酒，你真正是丢死人欠的呢，一切都是业障啦。什么业障？哪有人规工在念经，搁遐爱骂人，也唔惊嘴烂去？哎呦，爸，你莫搁讲。阿祖，我讲唔讲唔对？小珍只是想要参加画图比赛，嘛就爱你批准。伊是在坐家，也是在读册，你愈来愈烦顶啦。你才老烦顶呢！你是老巫婆，会晓当鬼。我是老巫婆，哎呀，你是老巫公啦，真鬼！那无，你要安怎？要安怎？你敢安怎？我跟你讲，我已经离你们真久啊哦，你莫当作我唔敢对你安怎哦。你安怎？有惊着吼？你啊！哎呦，我实在有够歹命啦！嗨，你莫大概拢来这招啦，恁爸看济啊啦！哎呦，你哪有这招啦？哎呦，我哪会这歹命？今天和阿公阿嬷吵架了，这次吵得很凶，还打了起来，都是我不好。我很怕阿嬷生气，我好想去参加绘画比赛，可是我没有信心考第一名，我该怎么办？小沙弥，你要加油！人生中遇到的障碍一定很多，如果稍有懈怠，就会一事无成。治疗懈怠的最好药方就是精进。啊！你在干什么啊？有蜜蜂，有一只大蜜蜂。姐，你在做梦吧？赶快睡啦。在忽然寂寞，昨天晚上作业都没做，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善变的天气爱捉弄我，爸妈每天啰啰嗦嗦，忘了带伞，说什么都错，不想出门，老是闯祸，踢进黑名单，躲进被窝，
这个世界红灯太多，我不会难过太久。Are you ready? Okay, no problem. 好，开始。我的生活不受别人左右，快乐咬一口，喝杯暖风，靠一片天空，烦恼煮熟，快打包寂寞，别发呆，就算没人爱。哇，我英文从来就没有考过这么高分耶。梦想沙很大，小珍，这次的模拟考你进步很多哦，再努力一点，真的可以考第一名哦。我真的会考第一名吗？这个世界明天就要考试了，有没有信心？其实我没有把握，但是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关心我，现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真的吗？嗯。你干安尼？我要去叫警察咯！警察，总统来嘛，赶快呐！伊家你要闪开啊！哎呦！哎呦喂啊！你莫卡弄啊啦！这位大爷啊，我求你，你莫卡弄啊啦！乌马桑啊，你今仔若要将这间厝的宽装摕出来，我看这位大爷是袂耍手哦。你们在做什么？不准你们对我阿嬷没礼貌！我爸爸欠你们钱，为什么要我阿嬷还？我阿嬷已经够可怜了，年纪那么大还要工作，还赚钱要养我们。啊！哎，这位同学，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啊！这份恩情哦，我一定会永远记住。谢谢，谢谢啊！请别客气，我要赶快回去了。你们说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小珍啊，紧闭起来，大人代志，囡仔莫来管啊！不是，是大人无道理。你说，你是怎么教小孩的？我真搞笑，居然跑到救命恩人家来偷笑。我收到啊，阮家的家属还袂乖呢。欧巴桑，歹势啦，阮家阁有代志，我先走啦。嘿，欧雄，当你是安怎哈？都还袂瞧好势嘞呢？今仔代志还袂煞，明天我会阁来。哦，恁老师较好嘞，一个死囡仔婆嘞，你莫走啊！德师傅，是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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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呦，老菩萨，你是安怎啦？哎呦，误会啦！我阿阵老妈过来乱啦吼，拄只老妈来讨笑，出来物啊讲甲迷迷毛毛，即阵哦拄咧整理啦。哎，老菩萨，啊你是安怎？哎。我停死人，不知影做啥物业，只是人才会这么歹命。
六岁迄一年，阮爸母把我送去予人做养女，加在我去遐连烧煞，甲人哭三工，人志在袂调，才把我送转来。后来为着要证明我的能力，袂输予查甫人，才会下死命拍拼，到今嘛也是这么骨力。这拢是为着这个家庭啊！是安怎我阁会照顾着这款的命运呢？哎呦，莫一天到晚怨叹命运，你莫替恁囝继续害娇娇，都袂歹命。啊，阮囝不是恁囝哦，都在讲啦，啊，不是摕你的钱啊。老菩萨啊，你唔免烦恼啦。代志莫向歹的所在一直想，其实囡仔拢真好啊。佛经讲，相随心生。你若想好诶，代志就会转好；若想歹诶，就会愈来愈歹命哦。古早有一个老阿嬷，伊有两个后生，大汉诶是咧。小珍，你不用慌，不要怕，先坐下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啊，要安住您的心，观察你的心意，未随着外界转变。要继续护着自己的心念，千万不要被一切假象影响，那是来考验你的定力的善知识。请坐好，双眼回张，眼观鼻，鼻观心，护住自己的心。阮家这个小镇吼，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啦。老早，我还要再骂死。老早，老早，早顿煮好啊！会记你叫小妹嘛起床哦。OK， no problem。哎呦，佫会晓弄英文哦，佮毋是沾唔着药啊？欢喜个呢！姐，等一下。什么事？这是我的考试幸运笔，借你用。是借你哦，不能弄丢，考完还要还我。干巴的哟。小臭子，今天吃错药了。
爸爸，我失败了，我没有得到第一名，可是我进步好多。我最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关心我，我现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孤单了。去摸像是吗？你怎么会知道的？我当然知道啊，你看这本书有你们的图画耶。哦，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你的书。我忘了你们看不到，对不起。大象也来了耶。来，我牵你们过去。慢一点。哦，原来大象跟水管一样软软的。哎呀，不对，大象啊长得跟柱子一样圆圆粗粗的。他们好离谱啊。错，不是柱子也不是水管，是扇子。是柱子。是水管。是扇子。你们说的都对，不对啦！你们真是爱变，明明就是像水管。是你自己强变，它明明就是像扇子一样啊！错，像大柱子。怎么大家都变成瞎子了？我的眼睛怎么那么暗？阿妈，你真正是讲袂听呢，大概出去都唔知影回来。阿妈，真歹势，我看书煞袂记个时间。你看，这本书是进前的师傅甲我结缘的，书内底的人拄则佫行出来表演呢。阿妈，你会使看卖啊？哎呦，我哪会看有啦？这拢是图啊，你一定看有的啊。这吼，就是盲人摸象，足趣味的哦。你慢慢看吼。哇，是炸鸡耶！阿公，我最爱吃的蛋挞耶，这一定是阿公买的。阿公，阿你阿多尔在吗？是。那是你阿妈骑三轮车专工去买的哦。阿妈买的。唉，我甲青梅同款，敢若会晓徛喺家己的立场，拢袂晓徛伫个别人的角度想。阿嬷，小美，你还记得我们六年前来阿嬷家的情形吗？我哪记得啊？那时候我还很小。来，我婆，小珍来呀、啊！阿玲已经一个月无回来啊，我四界都找无伊，昨昏究竟阁有三个人来找我讨钱，我无法度替伊害啊啦！做你放心啦，阮王家的孙吼，阮家己会晓照顾。啊，这步哦，这步吼，我嘛会想办法。时间过得好快哦，都已经六年了耶。原来大人都很辛苦，
他们的烦恼比我们小孩子还要多，而且多很多。小巨牙，你变了。有吗？我也说不出来你哪里变了，反正就是不一样啦。你讲话好像阿嬷哦，难怪阿嬷这么疼你。我哪里像那个老巫婆啊？啊？你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学你说的哦。哎，这一次轮到我来当廖贝亚喽。哎呦，姐，不要这样嘛！不行，我要报仇，让你尝尝阿嬷的佛山无影鞭。啊？嗯，你敢？你敢，你敢！不要闹了啦！小珍，小珍，小珍，快点起来啦！姑妈，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好想睡耶。你还睡？你会来不及哦！哇，我可以参加画图比赛了耶！我的鸭子有希望了。再见，小天涯，加油，不要漏气哦！小珍呐，干巴爹！请常规。
做你马路最多接连中等远中多接近自今生有二长之所长其二中之颠倒迷真诸王被切合成上报之间不生敬仰而今本上小道怪为只过一次战争杀生离生是难最为前中也早晚断回家肯修一战吧可能面临前有有时归一大劫花落残归我愿如是过彼爱恋仰过公子临心加倍大传情节十八端言为妙相神奇三大皆修来东方滚熏面若满月莫若烈天上人间仙公祭西方滚熏被水残挂剑中一切诸佛名念众生东方拜为所罪禅道藏中法今当归命一切诸
沙庄。是共古国三界基尊佛经
救出阴难的三关，我只身虽有真阴临界之心，各位官老黑暗中明之所无比无量阴力不能得心，我今应当观其身心破裂无明颠倒众生断灭生死系为苦与现化如来当明觉慧见你无上涅槃妙果第四观如来身是为即照离世俱觉百会中的居住真然常住随佛方便如意灭度慈悲就觉为成长舍身如是心可为灭罪之良机主张之要心是故之成就爱常会中的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张扬烦恼日生日化日子日茂覆盖慧眼里无所见断除众善不得相续即装不得见佛不问正法不知生生烦恼即装不见过去未来一切善恶业心处理烦恼常说人天尊贵之烦恼长生舍无舍皆暂定不乐之烦恼长不得自在神通未得因现变之十方诸佛净土定八之烦恼长谢安那婆那苏悉不净因缘观灯诸烦恼长谢鸾顶轮第一化起方便灯诸烦恼长谢慈悲喜舍文思修等诸烦恼长谢空宾等众大学三观一诸烦恼长谢诸道宾愿诸真经根地如意诸智烦恼长谢八正道十相之烦恼长谢七界之不思想烦恼长谢八戒多久空定烦恼长谢一时之三三昧烦恼长谢三明流通时无碍烦恼长谢六度十等烦恼长谢十色八光华之烦恼长谢大圣心十方十愿之烦恼长谢十名十心之烦恼长谢十微相十愿之烦恼长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界之烦恼长谢五地六地七地诸智见烦恼长谢八地九地十地双照之烦恼长谢佛国百万阿僧祇诸身之烦恼如是心照无量无边今日之大机根相是方我正法身中常归常归缘界消灭缘界之常归常依诸尘一切烦恼所生功德缘在在处处自在所生不为阶级野心之所为转一若一同于一年轻便知十方尊诸佛土则化众生一处禅定深深境界记住之间东大无碍心能普作一切诸法要所无穷而不然作得心自在得法自在方便自在临时烦恼即无止歇息毕竟永断不复相续无落圣道仍然如日蔓延以归命礼祝福大尊请起南无